今天就帶大家來看看這個柏景灣西南全海景的三房套房加工人房，但可惜業主的工人房它就改變了為書房的。一開始入門口的時候，大家會見到一個大廳，而個景觀非常之開揚的，你會看到西環、金鐘和前面一望無際的海皮，再加上個內園景。而且呢個廳呢其實個感覺都係好寬敞嘅，大家可以望晚望下，客飯廳分明，廚房間隔呢亦都係成一個 U 字型嘅 design 嘅。你見左手邊雪櫃啦，下面是洗衣機啦，跟住係爐頭抽油煙機，係啦。咁你知今時今日有個廚房仲要係唔係開放式呢，就非常之奢華㗎啦，已經係叫做。業主咧就將個多用途房啦變咗為書房啦，大家都見到。咁而右手邊咧就係第一間睡房啦。睡房好寬敞啦，業主又做咗一立櫃啦，再左手邊咧就係一個書台加個牀啊，牀就做咗上去嘅，而景觀咧都係全海景嘅。咁業主咧就成間房咧做曬入場衣櫃噶啦，有張書台，景觀亦都係好開揚嘅。下次咧就用都裝修過噶啦，就唔需要再翻新裝修嘅。業主都係咁啊，已經博曬所有發展商送嘅嘢而去再換個新噶啦，已經係。主人睡房咧就有曬梳妝台啊、衣櫃啊，同埋三邊落床嘅床，三邊落床你見到啊，非常舒適。而景觀咧，都係私隱度極高嘅，咁啊望住曬成個海景，單邊開揚就冇人可以睇到你間屋裏面嘅景況嘅。你再望一望個景觀，主人房的景觀非常遼闊嘅。咁同時間主人房咧，業主咧都係當然係套房嚟㗎啦。咁啊，套房佢一定係有少少與別不同嘅。業主咧就將個浴缸咧都轉埋呢個按摩式嘅浴缸㗎啦。咁亦都係。全部都是有窗的廁所嚟嘅，咁啊，而家嚟計咧，好多香港人都好中意揾啲有窗的廁所嘅。你覺得有興趣，隨時打俾我得，因為業主放咗鎖匙，隨時可以上嚟睇噶啦，已經係。記得揾我，奧運站 Andy 去，拜。